他把我挤出来了，打个招呼来。耶、yeah,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你是谁？我是强子。我斯文哦。你看照了我的黑眼圈那么黑，你看这段时间好辛苦啊。这大晚上的要加班，这么的睡，这叫今晚放过我好吗？导演说结束了，不用再演了。看，我们出门三个保镖。耶！不保你。等一下，然后被哪个帅哥拖走要怎么办？真的是。你拖走就拖走呗，这箱子着急，又不是我们担心的。你这个人一点都不友好。拖走了，我们那边的吃那么多狗粮，对不对？是，你那狗粮吃的是饱的。把我拖走，就没有人给你们狗粮吃了吧？来了大城市里面了，多走多走了，晚上我们好去安排节目啊。从那条街逛到这条街，嘿，也不等我一下。我不知道，怎么是什么？你是谁？啊我被打了，哎呦！打你管我什么事？打我干嘛？我们准备要去找找找，跟我们去。你们的看好好，我也给你买了一套。哎，这双真的，我爸爸就是为了看阿姨给你买新衣服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穿吗？可能大。你跟我说一下几码的？你跟我120。明年穿不了哦，穿不了明年拿去换吗？好像也不会很大，你这腰力怎么那么小？对，好像也不会很大，可以穿，刚刚好吗？我就感觉刚刚好。可以穿，可以穿，可以穿。试一下，怎么你这腰力这么小？好，来底下，拿过来，拿，江一给你买衣服啊，过来啊，继续。对，我看这个也没有多少大呀。录信息啊，开房啊，分配好，分配好，今晚上谁跟谁睡啊？你自己睡。那我不就得，那我不就得跟他睡了？我要去那个家里面。哇塞，我的天哪，这谁的？我的，我和那个他的一样的旗袍装，但是这个颜色吗？啊，一样的颜色。我的天哪！明天全部穿去海边。我们就是买了穿海边了，连鞋子都买好了。我的吗？我的也是绿色的，他的也是。这个也是绿色的，嗯，好看。走走走走走，上楼了。把你这个袋子好看。四个房间，这个人头不一样喽，开房间也要多一点。走吧，这边。这是我们在这里。哦，我的包，我们这边。你帮我拿上来。我拿上来。往这里，好好。欢迎进来。他把我挤出来了。人家拉上来干嘛？你现在啥意思？这里也睡不了三个人。哎，进不进来？你是不是走错房间了？老肥，你再给我开个房间，不然晚上我给你讲不得。啊，走错房间了吗你？哎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欢迎进来，欢迎进来，来，乔治，你怎么回事？不是，好像秦妹妹走错房间了吧？你先骗我一下反正、这个地方我待不下去了。秦妹妹被抛弃了，那又被抛弃不是在这儿吗？秦妹妹好难啊！哎，真的
然叫叫老板过来过来。对啊，现在少少开一个房间了，是吗？老板，来，现在儿童滚滚一下床垫，你把它，先滚一下床。怎么来就来那种。我哪里会？好像被子。他们说你太少房间了。干嘛了，兄弟？等下回家。什么情况现在？什么情况？你说。连小孩也来这里睡了。儿童滚，儿童帮我跟阿娇滚床的吧，是吧？这滚地滚，抬头洗脑，滚滚滚，早上跪子，滚滚滚，滚滚滚，滚滚滚，三胞胎，三胞胎。得了，今天上我就勉强跟你睡这里吧，来睡觉。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我让跟亲一睡，让你爸爸妈妈给你找个小妹妹。可以可以，那跟你睡吧。去开个房间吧，老爸。涵涵，你晚上跟我们睡吗？跟我睡。啊？假假。哟。哟。你把青衣弄痛了，怎么打呼噜的？装睡一下，装睡一下，怎么打呼噜的？睡觉，打个呼噜，打个呼噜。放个樱花来，嗯。妹妹，你要跟我睡台的妹妹。拜拜，拜了，拜下了，好，拜拜，下期见，拜拜，嗯。